好，那美人姐，我来介绍这礼拜的刺客好吗？好的，这礼拜的刺客他是混血儿，他是台湾跟巴基斯坦的混血女孩。掌声来欢迎灵魂歌后贝卡艾贝恩来挑战。哇哦，艾贝恩。大家好，我是贝卡艾贝恩。哇，你好，非常可爱的女孩哈。爸爸是巴基斯坦人，对，我爸爸是巴基斯坦人，然后我妈妈是台湾人。那爸爸是这个一直都在台湾吗？嗯，他30岁的时候来到台湾工作，然后、嗯、对，就在这边就定居了。啊，认识了妈妈，就来工作认识妈妈。是是是，对对对。那有常回巴基斯坦吗？我没有回去过，但家里有重大。就是事情的时候就会回去，有人结婚啊，或者是、嗯、对，但你还没回去过，我还没有，所以还没有重大事情发生啊，不是，还没轮到我、啊，还没轮到哦。对，爸爸在家里跟你们用什么语言沟通呢？他讲英文，我讲中文，还蛮特别的哈。对，所以你从小就是让人家就会说你是混血儿，对不对？嗯、对，也有人说，哎、嗯欸，你是不是原住民？讲哦。是啊，就常常解释说，哎，我爸爸是巴基斯坦人，我妈妈是台湾人，这样。那语言呢？他在巴基斯坦也都是讲英文吗？他们是讲乌尔都语。嗯，对。乌尔都语。但我不会讲，我唯一会讲一句。哎呦，什么？母姐什么内阿姨？就是我听不你的讲啥。你慢慢的教我们再讲一次。母姐什么内阿姨？母接什么内海？嗯，对，母接什么内海？好多音哦，我讲不出的共享。对、欸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听台语歌啊？唱台语歌？我因为从小就在台湾长大，然后、我阿嬷就会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她也会看一些歌唱节目，然后我就跟着阿嬷一起看，然后她都是看台语的节目这样子。对， okay. 所以我也会听台语歌这样。呵，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唱的是施文斌老师的《你爱的不是我》。好，来欢迎三位。谢谢艾贝恩。